队给抄走，前面剑中飞身灌篮，哦 ，show time！ 你看这个成功超截之后，虽然前面有人跟上来，他用灌篮来让赫夫想打火锅的机会都没有。非常积极要抄球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film 这个火锅，哦，在空中盖得扎扎实实，这个 timing 抓得非常的好。刚才 Phil 自己打了一个大火锅，好漂亮的篮球，是扑了，哇快！我们先看这个球，完全没有人去想要守扑了，扑了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要突然间大家都不守我了？而且他还这么接近篮筐呢。李学谦站在前面，快攻机会，地板球，再给到林炳宏，哇，好漂亮！这个胖背做的跟真的一样，同时骗起于全安以及戴志恩，最真的假动作。篮板球回到布勒手上，哇，给的漂亮，哦，双手灌篮，又是试验中啊！看到试验中飞上去，我就觉得好兴奋啊！就叫这个激情，哇！